漂亮美的转身，我们没有要去见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你漂亮太浅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一直这样透露出你怕转这件事情，我很大，底下会直接刻字化。不要，来，请帮他刻字化转的行程。我不要，没有，哎，转超 OK 的吧？不 OK 吧？转几圈而已，没事吧？浩浩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走直路。来啦，哥来跟你们讲，最怕的就是走直路，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我跟你讲，有台节目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好说歹说，我也是你们的学长。我跟你讲，楼俊硕，我小弟，麻烦玩很大，超爆他。他最怕转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我最怕睡觉。等一下我们连唱，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连唱歌都唱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。这帮子也会怕一点。所以我不敢说话。安静。哎呀，不要安静就没你的沉默。要吗？要刷存在感。我说我从退伍到现在，我有印象的话啦，我刚好只赢过一场，还是根本都没赢过，忘记。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就是然后连就鬼哥去别的星球的之后，然后怎么样战绩？我跟宪哥上礼拜大家也知道，又是我赢，好紧张，放心了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可是现在我们对抗的是赖皮兽宪哥，对。看起来好弱，看起来很弱哎！不要让我转，不要挑衅，不要挑衅，动挑衅好不好？动挑衅。我要讲完刚刚的我要讲的话。你惹错了，大哥好暴力。然后那个，后来上礼拜宪哥也是输，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赖皮兽，所以非常的累，非常累，要赢非常累。赖皮兽，好久没有出场了，听到关键字出场，听到关键字出场。我知道你一直在 waiting for me， 一直赖在一起不会过腻，出门上个班都不说的 leave， I know I won't leave， 我的一切 yes sir， 口令一个动作逗你笑，不会出差也要在你旁边走一脚， run run now， 收不到讯号蹦蹦就跑到， I don't wanna let it down， 因为你太重要，爱的无聊的聚餐绝对是因为你不云行玩很大、yeah!地方有咖啡，对不对？对，古坑咖啡，所以我们就在古坑这个地方，好吧？那今天看我们这个黄队阵容最强，对吧？哎呦，好了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队啊，不是哪一队？一个，大家好，我是邱鹏泽，拜拜拜拜。这就白斩鸡耶，有没有？才子很屌，才子。我有一个专辑叫《才子男男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我不懂如何做一个美梦。来来来来来。来零九，赞赞赞！零九算是一个特殊的案例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一个歌手，对，他出道啪啪啪，哎，结果竟然是因为狼人杀红。没有，这边应该都是，这边全部都是。再来看看我们这边，哎呀！耶，我是哎呀。哎，小赖。他竟然要开演唱会！哎，难打，可能是人生最后一场，12月19号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要不要现场唱一下？好，那我就唱。哦，我以为你会拒绝。真的吗？你说好，我们难走。好，不要拒绝，因为他是吹蜡歌手啊。对，打扫一下，拜拜。I have to my hand, I don't fucking care. Oh, damn you, my name, I don't fucking care. 好 ，OK。楼俊硕，耶，秀一座，来，我们这边都有才艺的啦，来，哎呀，这个敢不敢呐？好，
有，拜托别烦我。耶！哦哟哟！闯进我的生活。哇耶！哇，嘴巴不要吃东西哦。身边没 colorful。谢谢。大家好，黄伟晋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黄伟晋。厉害厉害，有才华吗？才华？我要干嘛？我要当歌手。好，那算我今年初的 EP 啊，背光旅行。人海里，我背光旅行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而且长得蛮帅。牵着手前进，阴暗的我如此温驯，抚平了忧心。对，比较有圣经点。背光旅行。好，那人气队伍现在已经摆出来了，我想今天我们。不可能会输的吧？好吧，澎湖玩很大，对我来讲是在伤口上撒盐。真的，想说第一次难得回来当黄队的大队长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带领大家输了。今天如果输了，来，如果我们今天输掉的话，我们下次一定要带你。对，成果下次对，再来一次，不能输。哇，我们就是要让他输光光。黑黄大对抗。等等，这个牌子有意义。对，不是摆黑黄这件事情而已。难道我们不知道是黑黄大对抗？黑黄大对呀。对，两队呢各派出一名投篮的人，其他的坐在椅子上，上面会有水球。PK 投进一颗球，敌队的水球就被刺破，最快歼灭敌队的全员就获胜。跟你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家就有篮筐。炫富啊！炫富炫富！不，不是炫富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办公室有篮筐。天哪！你有看过了吗？很慢慢就可以投哎。其实压力很大哎。因为对面至少有三个人会打篮球，因为平常私底下的时候跟陈林九、Kid 还有邱风泽都会有一起打，因为他们都是会打球。对。他们可能最准的是才子哦。真的假的？才子哎，才子很准，才子他是全方位型运动员。上礼拜哦，我才跟才子去打篮球，真正的五打五，他是可以抢到球、快攻、上篮、得分，而且有一幕还灌篮，没有灌篮啊。但是你罚球线外线 OK 吗？我试试看。这次我就喝几个五个，加油一下。难得黑队看到一些有脑的，哎，我吗？难得。你讲对了，因为其实。他们在玩的那个狼人杀那个游戏是要靠脑袋哦。那我就看了蛮多集之后，我发现林九跟风者的这个脑袋是很 OK。他们怎么样 OK？ 他们故意制造 CP 嘛，获得收视率嘛，或者假 CP 嘛？没有，啊不是这个，是游戏内容。你们刚说也对。没有啊。有几次机会吗？我觉得，他们还听不懂哎，你的队友还不听不懂。天哪！你只要投进四球，把他们灭掉，我们就赢了。放轻松啦，正常打篮球的感觉。其他我投，然后没进怎么办？我也没进。去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然后再投。没事。对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站在那里是他们偶尔的外景节目，好不好？他们被冷气宠坏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带他们出来外景。算是让你们看看外面的人生，对，外籍小天王有多辛苦。OK， 就加油，我们要不要头号打气一下？我们有没有空？不是头啊，就是气，加油加油！来来来，你想一个，想一个，对，你想一个，很慌的一对，很心的，加油加油加油就好吗？可是我们绰号不是衰队吗？对，想一个，他拿一个给我们看的。你什么时候想到我们绰号是衰队？你刚刚不是被取这个吗？但是要看出我们不能，我们要撇除是非那个字眼。算，好了，先加油加油加油，这样子。加油 ，OK， 来了。好，不然我们给简简是一点不同的 tempo 嘛，叫，好，第一个双层吧，奇奇怪怪的，来叫，来，对，叫，你多了一个啦。先哥要主持吗？好好什么好？直接就比赛啦。OK， 哎，两位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哎，哎，我们有机会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慢慢来。好，加油！麻烦头像上歪歪的，这都是不当情况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来，
好，猜一猜。一颗，一颗。他真全有。伟杰。有了，有了。伟杰。有了，有了。啊！有了。那厉害的，厉害的，君上，人气爽，慢来，我不急，不害怕，慢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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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慢来，慢来，没有，没有，耶，慢来，慢来，没有，没有，耶，慢来，慢来，没有，没有，耶，耶，耶，上 ，Oh my God， 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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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啥？才子，你先不要管他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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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进不了球的话，因为我怕你的队伍就一个一个死掉。才子，我喜欢你。哎呦，才子还是哪里？才子，才子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才子。不行，才子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没事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，加大，你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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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压力，罗俊硕，没有压力，罗俊硕，罗俊硕，罗俊硕，有了，罗俊硕，罗俊硕，有了，俊硕，罗俊硕，有了，耶，草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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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，好嘞，嘿嘿嘿，我开始，咱们要压力，咱们要压力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，好，好，才，哎，这边没有人，他队友谁？好，没问题，还蛮认真的。Stella， 哇，小薇，才子，小薇啊，这个风扁的，有压力就不会进的，有压力就不会进的。有压力就不会，都差一点，都差一点，都差一点。好，黑队再上来一枚。有平常在打篮球吗？当然有啊。OK， 那给派零九。确定啊？变我最后一个上去这个战场，因为我很想要刺爆他们。没问题。尤其是小赖，我想刺爆，好不好？小赖刚刚还怂恿我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胜利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来，黑队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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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所以说是我先上。我们这一次的策略就是把他们打到趴了，好，打到就是说他们上车的时候没有人在讲话，好，然后我们默默的低声的在吹会合大桥，他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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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交他们来了，交他们来了，罗哥，你加油！哎呀，哎呀，加油！助攻小赖，助攻小赖，助攻小赖，助攻小赖！林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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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翔！阿伯兄，等待这个机会好久，小心，找不到什么伤疤。他的手杀！他的手杀！快走！巧克力！继续加油！哎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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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有压力！加油！必须做好！没有啦，你不行啦！叫爸爸来喽 ！I am who I am！ I am who I am！ Run run run！ Who I am！ I am who I am！ Run run run！全部确认，全部确认，全部好，不来了。
吃货确认，吃货确认，好，旧的不去死，好，旧的不去死。我先处理这边，围巾，你好吗？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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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啊！围巾，我告诉你，我 I am cat。这个时候队长就要上了，来早上来，哎呀上，2-2平手，各位，这一局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记住，好，不要有压力，来，要有压力，要有压力，这一局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他如果挂掉，我就要上，好，没有压力，来，小本本，来，小本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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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紧张，小本本。OK， 现在不能试头，没有，不能试头，我要严格把关哦。OK 哦，这边我就放心了，你不要试啊。我准备好了，快准备啦！这个不能展现，不能展现，这个不能展现，我要严格哦，这么严格，哎，可以给，可以，是可以给的，是可以给的 ，No。是可以给的。No， 来，过来借我一下。你不会进，他不行，宪哥不行，宪哥让他试，可以让他试，宪哥试，让他试，宪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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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材质准备好了，好了，摇，准备，好了，摇，准备，好了，哎呦，不会气，不会气，那个歪掉的感觉，歪掉的感觉，我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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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一球，一下球，我在甩沙哦。你觉得我还会再放过你吗？不会了，会会会。宪哥，不要对他们那么仁慈。哎，宪哥，怎么样？
怎么样？你怕了对不对？好呀，想起昨天的摇啦，睡啦。想起昨天的摇啦，睡啦。想起昨天的摇啦，睡啦。这就有篮筐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队长太强了，慢慢跑不能动，杀手锏，杀手锏，漂亮漂亮，来，性感性感，有事吗？有事，有事吗？那个手，那个有问问题，好，你有事吗？我想起来，因为我觉得想要赢呢，站起来了，你上线很久，不是靠我，把高维射关键在我很多高维射。OK， 来试 ，OK， 给他射，他射得准啊，你能打球吗？很多都叫我是射手，会进射，丘射手，哎，来，这个丘射手，不要这里，我要从这里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杀不掉你，他是拿头，太远了，先进来。你先进来了，你不要那么惨痛了。来喽，下一个，谁过来？我球，谁过来？有啦！我等他跑那里。那谁给他们锤？没事，队长，毕哥，我揍你。我到底不是说他头的吗？说真的，你这样子弄弄弄，我真的超不相信。这边这样，我真的超不相信。你不是跟他打过球吗？他还不太行。透过运球来判断我的射球的能力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什么意思啊？太多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对了，哇！完蛋了。对了，哇！哇！耶！走啦！你给我下来，好厉害！给我下来，机会来了，不要害怕，加油！这个你不行啊！你可以！你可以！零九，我没有，没有来，谁跟坐？就我们两个。队长 PK 啊！球留的一个，输的人就上去了。我不用看他不进。没有。我不用看他不进。人家出手的，我不用跟。可以，因为可以，从头到尾都是宪哥规定可以给。可以。各位，注意听喽！兄弟们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好好加油，在环南大只要跟篮球有关的，你还没有赢过。我出我，回城，可以，加油！谁？现在干秒杀了 ，hold 住，谁 hold 住？我们 OK 了，可以的，现在可以了，宪哥 ，no。是不是以为来到了澎湖呢 ？No， 我们在澎湖。队长，请去。今天在脱鞋了啦。再来啦！哎，澎湖也是这样，现在是怎样？开麦了。我要带着手机吗？手机。没有手机。金佳姐拍戏戏哦，拍戏戏哦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澎湖也是这样。我们第一关是输的，后面都赢。我们身上越脏，将来就是您身上。
最肩上最屌的勋章。没错，没错。哎呀，讲得真好听，我们就叫他张。好，张到底，宪哥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去，各位观众。我们准备要吃，他不会一下就吃了，所以。我们准备要吃，他不会一下就吃了，所以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跟你讲哦，现在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士气。直接把他都摔下去，好不好？先抽球，然后选你们等下接下来可以中餐要吃的美食。抓超大，手最大，你手最大，你手最大，你手最大，抓一把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，然后不能掉，不能掉，要把它 hold 全部。没有时间限制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 hold， 慢慢 hold， 慢慢，没有时间，握好，慢慢 hold， 慢慢 hold， 越多越好，掉的都加满哦，小心哦。好的，你手很酸哦，累哦，你拿出啊，拔出来才算呢。啊哎哇！可以，没办法，太少太少太少，这样这样出来了出来了，可以两颗黑的有没有？可以可以。哇！两颗，给肉我们获得两颗星球，对，黄的就不算了。哦，你们可以先选你们家中比较值的。哦，我们，你们等下就选他们选另外一个。哦，两颗都很棒哎，他们有锅哎，那我们吃锅好了，吃锅吃锅，这个比较一个一个。好了，我们吃锅了，我们吃锅。哎，他们赢了，还选错的。还有吧，里面这三明治好少了吗？没有，不要被宪哥骗了，他就是故意。没有，这边不不不，点的是不一样，把它选好就好了。对啊，这个是健康，健康，健康，不要被影响，不要被影响。来来到这里啊，而且那笨蛋每自己还开野人火锅，然后还在这里吃锅，太傻了。我就是喜欢吃锅，我这辈子都要吃锅，这个比野人火锅好好。厉害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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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成黄黑大对抗！哇哦！六宝一条龙啊！又是我们不懂的都六宝一条龙。六宝一条龙，因为古坑呢，华山的商圈呢很流行，就是非常有名的六宝古坑的华山六宝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利用六宝来做词语接龙。先接龙完的就可以先抵达哦，十字路口就对了。没有，就是直接自己接，不用食物哦。所以先抵达终点的会有优势哦。所以这过程当中是比速度的，越快解开任务跟线索，越快完成任务到达终点就有优势。我们先看第一个词，咖啡，那就是咖啡。天哪，你真的很适合。Hello， 这里是古坑，好吧？人家第一个就韭菜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两队带开，然后接龙怎么接？非常好吃。其他五宝，然后你们想办法把这五宝接起来。哦，不懂对不对？把它连起来。拉哇啦，金价拉哇啦。啊，要不然你解释？比如说咖啡。现在小鬼不在，你来解释。好，解释哥要来了。解释。他等下会给你六项东西，那比如说咖啡跟比如说花蜜好了，那比如说咖啡。然后飞机，然后就接下来就变成鸡米花，而且花蜜。等一下，好，那准备，大家准备出发了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怎么样？准备出发？没事啊，随便踩。破掉了，没破。哎，那本来就破了，还赖皮。六宝一条龙哦，对，拍拍。方式不能改哦。所以是一个时间，从这边好，从咖啡开始接哦。好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飞飞飞，来，谁先讲？谁先？飞飞飞飞飞。随便一个飞机，什么？没关系，我觉得我们顺序，先随便一个没关系。好，金米花，花，花蜜，一定要照这个顺序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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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蜜茶，蜜茶，都有答对。夜来香，香香菇，好菇，来咖啡，咖啡，来换你先，你先，你先，飞机，给镜头，机翼，机，机翼。一体，
体香。香菇 ，OK。菇，菇什么？菇菇菇菇菇鸡，菇鸡。没有。他的中文不好。我中文做菇菇菇菇菇头菇菇菇菇里头菇头菇菇菇宝。没有。菇菇毒。毒毒毒可以毒。毒茶。茶叶。毒毒茶。毒茶。就是毒茶有毒的茶。就是那个喝了会。毒毒毒茶。不算。不行吗？不行吗？毒茶不行。嗯。菇菇伶仃。叮叮咛。好好叮咛。没。您，您，先随便接一个。您，您，您，您愿，好，您愿，愿，愿，愿什么？愿望，望。我知道，维克。会长。您愿妄为，妄为，恣意妄为的为是。为啊，为，为，为。啊，有。违建。不见。建筑竹笋，笋笋笋笋子汤，汤头，头头发，发，他说你怎么剪来剪去，他是长剪的，发。想不到我们就直接先接一个，随便啊，法香，香，香，香气四溢，香气四溢，溢，一起，他要先来，一起，先过渡，一起，起风，对啊，蜂蜜，对啊，不要，好，不要，要，先水冰，药师，随便，好，湿气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湿气，湿气很重。气。我先随便讲一个好了。好，气炸锅，气炸锅，气炸锅，锅底，底部，底部哦，可以。布袋，哎，这是已经还没有对不对？布袋，袋鼠，袋鼠，鼠哦，鼠尾草茶，可以啊，鼠尾草啊，鼠尾草棒子，茶叶，好。蜜，先接个好接。什么什么？你们可以先想什么？对，什么苦？你要先讲一下什么？无所谓。蜜，就出来就先那个。蜜糖吐司。思念。思念念念。苦什么？前面是苦。念。念经。经历疲劳。劳苦。啊，苦茶的。恭喜过关 ，yes。好，我来，来获得你们的提示。我没有提示。嗯，华山八七十八支，古根香皇上七十八支。好，去到一号车上。页面。面膜。呀，他们过关了。磨刀。磨刀，刀锋，不要提示哦。不要刀锋，刀锋锋利了。蜜，先顺莫求。好，蜜粉，粉，对不起，粉，粉饰太平。好，平，好，平面，面具，记住，这边别争，针锋相对，我们快点，我们就快点好了，好了，对，画风，画风，风中残烛。好，顺，顺，最后一个喽，加油！我跟你讲，他们还在猜，还在猜，你有这么近啊？这个我们是智力模式，对啊，没有体力也 OK 啊，体力也 OK。我们刚刚这关答对没有抽球，没有这个，没有。那我们等下，那我们现在吃的怎么样？哦，先吃饭。哦，嗨，我们搞得好紧张，哎呀，放松，是不是？放松。什么？对啊，先想到前面那个字。
不要洗心。甘苦，甘苦，甘苦，甘苦。耶！啊，苦茶油。耶！太难了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真的很渣。真的很渣。你们要前往这个地点。好。我们要去苦坑乡的桃园一之七，走吧。OK， go。我们刚刚应该落后有三四分钟吧？三四分钟。不止。不止吗？不止，不止。哇。哎，我是觉得比较好奇的是，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吃饭吗？对啊，我本来以为要吃火锅哎。那就饭呢？这地点就是一个用餐点。哦。先去吃饭吃。他们该不会吃我们的火锅不行这样子吧？对。没有说先去先吃的吧？因为你们小队长一直还没跟你们解释说，他上一趟这个旅程，他都是在解题的过程中落后的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，我们都一直很强，对，我们是真的一直很强，嗯，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宪哥更强，宪哥太强，他太强，对啊，经历丰富。哎，我刚刚真的很烂，对不起各位。哎，我刚刚很烂吗？没有，我平常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知道，有时候真的是玩游戏有压力会改变。我很多都是那种你以为自己很强，但是上节目时候就会发现。哎，真的耶。真的，我真的讲太满。我的，我这六年看太多艺人在车上忏悔。就解释一下自己刚刚真的。Really， 真的不是我的实力那种感觉。没那么弱啊，这样。对。但是呢。代表什么？他们也是很认真，想要赢，想赢。对，不是说上车睡觉，他们是认真的忏悔、检讨、检讨。来，孤独接什么？秋风蛇，来，孤独，独角兽。哦，哇，我没这么帅。你看，没有时间压力，也随便。瘦瘦子 ，I don't wanna change you, baby。现在倒是挺溜的啊。你好多地方都有同桌。嗯，对啊。好，哎呦，你给我这边玩很大，别拜哦。谢谢。哎，五坑华山七十八师傅。哎，老客人有没有看到？跟七十八师傅一模一样。进来。耶，好，恭喜抵达我们阿嬷私房菜。然后你们刚刚选到的是华山六宝的餐盒，然后我们现在请老板帮我们上菜。华山六宝，很厉害哎。哦。什么都有，这是特色菜的啦！我要刚图片是陷阱，对，该不会说这样是一人一份？一人一份，真的假的？一人一份，哇！我们有伙食，我们选对了。图小小的看不出，对，天哪！华山六宝，它除了就是阿嬷私房菜有之外啊，华山小吃，然后还有千秀山庄都有提供这样子华山六宝的菜。哦，那华山六宝里面包含了咖啡、蜂蜜。苦茶油、香菇、茶跟竹笋去制成的，所以你们等下吃到这些料理里面都有这些的元素在里面。哦，这个就是笋仔面。笋仔面，笋是一片一片，然后这个是笋子哦，我以为是面呢。哦，我刚刚吃我吃的哦。哇，很面的味道啊！可是那个笋子很入味，而且好脆哦。对，爱吃这种东西。它是包超漂亮的。对，我刚刚看这个里面什么都有。嗯，我没有敞开。嗯，上面那个是咖啡醉鸡，那块肉是咖啡醉鸡，有一个咖啡面。咖啡面有下面这个，对。然后我们用在地食材，里面有个过猫，然后还有过牛，土坑产的芭辣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好好吃的，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排骨？我跟你讲了，这是什么？甜甜的排骨，甜又不腻，对吧？橙汁茶香排骨。哦哦，还有茶叶，嗯。有。因为它上面就有茶叶，我讲不透，他们赢了，还到底为什么要赢？对啊，我们是选到这，我们选一个台北都吃得到的，对啊，怎么选一个自己家开的东西？秒五坑乡桃园一之七，对哦，有点难找，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。恭喜！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啊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不会的，哇哦，好丰盛哦。这位姐姐，一人一个，因为我们来花都花很久哦。谢谢哇！哎，我们真的没有让谁一人一个，太棒了，是一个面做谢哥的全套。最少时间是30分钟，如果你们觉得用不完。时间来不及，你们自己要花多少时间在那边吃都没有问题。用得完，用得完，能吃到29分，知道吗？好，好的，三十分，30分准时走。好，现在开始对时哦。现在开始哦，快，煮了吗？快，还要煮啊？对时，现在2分准，要等。哇，好可爱哦。
是什么牛奶锅？哎，拿铁锅。等一下你们要自己先试着变成咖啡锅之后，然后再加牛奶变成咖啡锅。哦，所以先原味，然后再加咖啡牛奶，咖啡再 cheese， 然后再加 cheese。对，来了各位，你看哦。哎，你不吃什么？对对对，来这边就这样，就要吃他们的那个古坑的咖啡，就是要吃一下，真的很赞哎。哦，原味也是赞，这蛮特别的。而且煮起来，就它就一点淡淡的味道，还不错。一个淡淡的咖啡香，好吃哦。好什么啊？是第一次在户外这样吃火锅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好热。之后我也没选另一道，不是另一道出味哦，另一道在强冷的那个16度冷气房里面，真的假的？极热冷气房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这真的很棒哎，你很热哎，不会啊，很热那些棚内的受不了，对啊，他们要从冷气房出来。你们移到室内，我们怎么跟主持人在不要不要吃火锅吃到中暑？前后挥，嘿，嘿，啊，这样子像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哦？打开快点，休等啊，休等啊，快！然后你往前跑，然后把那个手往下打一下，然后你就会飞起来，是什么？魔法阿妈的扫把，哇，好有想象力呢！哎呦，魔法阿妈的扫把，两只手往前，往我这个地方走。对，你在干嘛？好吃饱了，恭喜你们享用华山六宝，然后这是你们下一个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寻找秘境，哎呦，啊，我们会找到这里吗？地图，仔细听哦，你们会有求救机会，这两天的话你们可以使用两次，如果说你们在解不出来遇到困难的话，你们可以使用你们的求救机会，嗯，一个是好友帮帮忙，一个是路人帮帮忙，好。嗯，还有帮忙，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那好好用。我们现在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东西看起来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哈比人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好像知道这里。我也好像知道这里是咖啡故事馆。答案，答案已经出来了，它就是时光室。是吗？太远了，谢谢。你笑。他那是咖啡故事，确定吗？我不太确定，但是我曾经要拍业配的时候，然后有想说寻找到这个地方，哦，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咖啡故事馆，是有经验故事馆吗？对，因为你看，因为它好像是咖啡厅的，可是我怎么觉得有很像庄园，可是这个很近，嗯，因为这个感觉蛮像庄园。你的概念是对，它不会出一个在隔壁，对，因为它是山感，所以这个是骗我们的，有山感，对，我们上车，然后眯一下起来再研究，我们就输了，对啊，我们。要带你到那个哦，你真的有两个求救？确定吗？我们有求救啊！等一下，我们有求救，现在你可以走出去外面问路人。我们要直接就又一个，然后或者是好友帮忙，也可以 call 给好友，他帮你。远亲不如近邻啊！问老板，问当地人，真的，一定知道。走去外面。好，走走啊，走。好，那我们就只能问一个，只能问一个，只能问一个。好，路人帮帮忙。路人帮帮忙。OK。现在开始就不能使用手机，然后也不可以用路人，除非你们有使用求救，都要靠自己。寻找秘境，不能问这里的店家。这个地方我好像有查过，哎，真的假的？用三去法吧，这一定不是，应该是这个吧，故事屋之类的。哎啊，对对对，很明显。对。可是一旦走错的话，就要绕很远。对啦，应该就是。我想阿妈私房菜也不错。有，你说这个吗？还是用来私房菜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它是什么？故事馆呢？故事馆。故事跟故事。我们刚。故事馆，我觉得是故事屋了，没有，这是咖啡故事馆。对，我觉得是永光故事，因为它又有光。那我觉得应该就是永光故事屋了，所以我们先不要浪费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用三去反嘛。对啊，就是这些都不可能啊，咖啡私房菜这边都不可能啊。零九一直以来都是以聪明出名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相信你的。所以把锅在我身上，出事就是我的。答对了 ，OK， 背就背走。走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我也那。还是我们要先这样子绕过去看看，要不要先去？哎，然后我们顺便去接。如果说他在这边先递咖啡的话嘞，哎，这听起来像先递咖啡啊。还是我们先去进的，然后我们去记一下他的量。这样会转来转去。
浪费时间。不要，那我们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，确定是他吗？确定吗？对啊，你住这边多久了？嫁来这边，来这边吧，来来这个地方。这上面说在哪里？完蛋了！哎，不要给他压力，不要给他压力，他知道了。他可以查什么？你可以查手机。来来，我们查笔和以图搜图，你先拍这个以图搜图。不可以啊！不要以图搜图啊！直接。因为直接我是咖啡的，咖啡故事馆的，故事馆。我们刚是，你先查咖啡故事馆。哇哇哇！不是不是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还好我们没有听小赖会。会以这一张图，这个代表这是他们的招牌图案。罗莎玫瑰山庄，他刚刚说罗莎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永光故事屋先。罗莎，对吧？哎，好像又不是。是吗？那我们先到那个地方，我们问那个老板。我们先找到那个。哦，就是先到先到。我们宁愿先去先地咖啡什么。我们就去记他的外观。要换吗？进，反正。没有，最近的应该是我们先去先帝咖啡。这个我们改去先帝。这个怎么可能会下先帝咖啡？它有可能很像这个吗？可是它也蛮像香园咖啡，山岩木下庄园咖啡。山岩木下咖啡很像。哎，等下，还是越来越像，越来越像，越来越像。这个是咖啡馆吗？难讲，因为它是改建。对啊，它就是打卡的地契。哇，这是地契。我觉得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说不定还有可能是酒厂，有可能。我觉得我们先开，我们先用先帝咖啡开，要吗？先去记那边的样子。好，我们先去先帝咖啡记那个样子，不是我们就往。好，那我们去问先帝咖啡。还有哪个？绿色绿色隧道，绿色隧道。你要看古坑，古坑的哦，古坑绿色。好，古坑客厅看看。结果后来查完的时候，这个景点叫做华山小吃。古坑客厅吗？这里啊，古坑客厅。哦，古坑客太离谱了，怎么可能古坑客厅呢？会不会我们刚刚查的？哎，等一下，如果是要闯关，会不会是观光酒厂？我刚刚还开玩笑，不会吧？哎哎，对，哎，古坑客厅啊，是吗？是不是有点是吗？像吗？像吗？对啦，它好像客厅最像，客厅比较像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离开就对了，先上客厅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既然没有走到古坑这一段，就古坑没有好好玩过。嗯，哇，其实这样来回，它有没有可能是古坑客厅？刚有在想，可是这路途这么远。哎，各位各位，先帝咖啡的招牌哪里？直接看长怎样？我想绝对不是这里，他不是，绝对不是这里，是因为他没有招牌，直接到直接。因为他如果这个是他们的，他就会直接他就直接出现那个，他是很多那个账。对，不是这里，不是啊，也不是。好呢，哎，还是用好友帮帮忙，直接打电话请人家 Google， 确定要用吗？我就先保一个，因为我们先说对啊，已经那个了。还是 K 哥，你要播播看？不行啊，这样没办法，播不了，对不对？那就。那就只能拆了，真求救求救！我觉得如果不是客厅，就是玫瑰山庄。我记得不是城堡也有花啊。那我觉得还是先问一下。好，你再看。打给我绯闻女友，好多个。接通电话以后就算使用喽。嗯，喂，哎，文珍妮，嗨，你好。哎，帮我一个忙，请说。我现在要找一个古坑的一个秘境。你说要打开古坑秘境？对，你要空格，中间要空格哦，然后再空格一个蓝色，蓝色，然后圆门。原色的门，圆形的门，它长得有点像那个哈比人住的家。哎，等一下，古坑五十六号咖啡故事，蓝色公寓是绿色公寓还是蓝绿色隧道公园吗？它的门是一个蓝色的门吗？它不是蓝色门，它是一个白色的建筑。那不是，不是。那古坑客厅呢？古坑客厅。还有一个绿色圆的门，绿色圆的门，那个是绿色的，会不会是他们重新？有可能，因为这个蛮灰的。我看到一个写什么台港国界长景，蛮像的。还有好几个建筑物，里面有一个是蓝色的门。来，对，这个有吗？蓝色圆门有吗？蓝。跟灵系的竹林咖啡屋，它
方便，他方便有一个展望叫哈比了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谢谢。耶，成功了，分析老半天。OK， 我们全到底。恭喜你们答对了！对呀，哦呦，没有天凉哦，我的喂！古坑客厅呢，因为它这个古坑乡，他们村落呢有7000多人，然后有4成以上都是老年人，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个矮房子改造成像魔界哈比人的房子一样，你看哈比人，把它变成一个独特的秘境。对，这一关要玩的是这个。你到底是谁？好，挑战那个平衡球，30秒，四肢离地30秒，过关之后就可以到这个拼图公园里面找一个漱口袋回来。里面呢，你打开会有一张五官的其中一个部位，那就看这部位猜这是谁。OK， 如果你答错了会被惩罚，就换下一棒再在平衡球再出去。那夹住腿长，这个哇，我好像不行哎，对啊，不止核心哎，是整个人。还要冰哦，对吗？对。哎，你可以快点开始吗？哎，不行，小兰，小兰，腿长不行，腿长不行，腿短，他试试看。那个感觉很稳哦。对你一定要下盘稳。好，可以了。哇哇哇哇！哇，这个核心要很狠。是吗？这个很强哎，好厉害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我懂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不用，差一点，差不多，好，可以，好，不用，我可以，可以，我住。然后10秒了，撑撑。过了啦！过，去，好，去，找他回来，去，哎，能过了先来。啊，这个是吗？只拿黄色的。对，没错。好难哦，好痛。对，再过去画大就好。哇，这么一小脚怎么磕？要猜是谁啊？哪个哥？哪个乙？所以一定要猜吧。对啊，好，随便猜一个。我猜我，恭喜答错。哎，这个妆 ，OK， 我觉得很火哎，有点像我，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包的，真的的，其实有点像。哎，我这个在算吗？塑胶。哎，我已经20秒去了，有15秒。我错了。啊，快，有点像，15秒。你可以，现在稳定了，客厅了，我们现在要保存体力。你为什么可以那么有自信呢？因为他是王者的风，他是王者风嘛。对，我们是王者之代。是啊。因为他上次每次觉得稳定了，到了那里就发现真的。你知道风筝有个称号叫游戏黑洞吗？为什么叫游戏黑洞？因为跟他同队的都一定会输。真假？其实有这个传言，但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一认真起来的时候，其实是不输的。有像在运球的时候，真的是只有把气势压倒对方，所以你才可以那个张牙舞爪吓到他们，吓到对不对？一看就那种 NBA 水准。那幸亏其实我们用好友，因为刚刚如果我们真的用第一直觉，就算到了永光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不会到，我们有可能也走回来。刚刚根本没有古坑，除非我们那里就可能问个路人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们现在还算是在策略中刚刚做出最明确的。你现在讲的话，就算是风凉话。对，因为我不要让他觉得我就那个，好像没参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不参与。我就是在填空。哦，填空，你在补话。对对，因为狼人杀就是叫填空发言，我现在就是在讲一些垃圾话，就在补。这是狼人杀，真的就是这些人厉害的地方。你知道谁很适合去玩狼人杀吗？谁？其实我真的有个很好的人选。鬼哥。因为鬼哥都不听人家的讲什么，他就照他自己。对，就是他。我不管你在讲的那些，因为我都觉得那些是废话。哎，我早一天有废牌啦，这是什么烂东西啊？我知道。这是什么啊？我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一整张拼图吗？没有，是一整张拼图吗？所以这个人可能做了一个造型。放弃，好，失败。
这个是他的头，稳定的在枪上。好，我现在叫他开始。对，好，稳稳稳，轻轻的，对，不要用你核心，核心。对对对，一点点一点点。可以了吧？睡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这个裁切是边边，所以应该是这里。嗯，好，所以是吗？对，因为它的，你看它是对齐。好，所以它应该是，所以这个人的造型是这样子。嗯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我拿到废牌了啦！好，哎，先把它拼起来看看。我刚好这边，你看，哎，也拼不起来吗？它可能是。是什么古装是不是啊？我觉得我有猜到一个答案，但是我又玩不过，我再让我再试一次啊。哎，对，霍建华吗？霍建华眼睛应该不是这样。贺军翔，贺军翔，贺军翔。啊啊，林家啊啊，长头发，长头发是不是？有。啊，是睡的，这什么？谁？谁知道？辫子，辫子，辫子。那我先猜，我先前面猜一个，我猜不知道。霍建华。长发女生吧，女生吗？因为古装男生都长头发、啊，我觉得这比较像女生的、欸、女生这个造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谢谢。他这眉毛是男生的眉毛呢，这个妆感是男生眉毛，女生不会画那么粗，可以吗？你小心，你小心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调整好再开始。没关系，你慢慢来，你先调整好到一个你稳的。我找不到平衡的点。我先把所有这个有发型，好好好好好，这个发型可以了哦。开始按了，按了，早就按了。还有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啊！可以，你手动作。还有谁谁？还有谁？我先。对对对，就这样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别摇了，轻轻的，轻轻，一点点晃一下。哎，好，这样这样，别动，就这样。好，你看这样十秒了。OK 的。过一半了，过一半了。过一半，快点下。那你要再拼一个，下次他是风风风风，别怕，好，可以了吗？还要五秒，可以的，可以。三，当跨年，当跨年。OK， 过，他过，过出去，去，来再拼一个，好，你慢慢玩，你慢慢玩。好。哇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很强哎，现在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这样重点，什么？什么？哎，这样，这是这样，可是不是啊？这认得，真的是古镜子。哎，因为对啊，还不是真的，是哎，杨丞琳，是吗？对了，对了，对，对了，对了，对，杨丞琳。好了，不用讲了，杨丞琳了啦。好，不是杨丞琳，很像，可是。哎，对，鬼鬼的，真的是这里吗？对吗？好，欢迎来到古坑客厅，因为它是仿魔界的场景。那你们拿到的线索就是本来魔界的地方纽西兰的照片。哦，所以恭喜你们答对。哦，这是魔界的。那我们刚就是嘛，那我刚刚讲哈比人，然后讲哈比人是对对，意向有道。OK OK OK， 懂。所以我们大概懂他们逻辑的逻辑。懂懂懂懂。你到底是谁？叫叫叫叫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懂了，就是你这样。对，你脚对，站好，脚不用夹太紧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对，什么都好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就。不稳的再看一下，视角都放松。太早开始不稳了。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。交叉交叉。太早就那个。手要离开球，手要离开球。手要离开球。不是姿势不离开地吗？地跟球都不能碰。那就只能剩这个姿势啊。头可以啊，头可以吗？头可以吗？头不行。那碰膝盖。对你找一个平衡。往后拉呢，你手抓脚。哎，有了。不行，太难了。开始。OK， 可以。你们讲吗？对，心平静一下。稳住，心放松，放松。对，重心在你的下盘。不是玩笑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要，不要啊！答案就给了。鬼鬼吴英杰。啊，鬼鬼吴英杰，恭喜答对了。第二 round， 好，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。
用那样子啊，用他们那样子。要大腿要夹起来。宪哥那样子裹了。原来是这样子哦。五秒。15秒。25秒，撑住最后5秒。我觉得找到技巧，核心出气，哪里？下一个开始上。核心。我先跑。啊，这个都可以是不是？黑色的，啊，去那边吗？一起猜吗？来，张哥，快点！你要给一个答案，你觉得他谁？他自己答，你们都不能答，你做答。都答。你觉得他是谁？艺人吗？随便猜，快点。艺人。随便猜。纳豆。好了，预备。他们要看，不懂，慢慢看啊。骗子，黄金抽风我看不懂啊！抽风怎样玩长久？可以的，都50秒了吧？啊？31秒？怎么可能那么久？还好我很厉害，要不然对不对？对，还可以有上环弹跳，有没有？谁到？有没有？是，宪哥。哎呀，直接关，绝对硬是关。来，有出歌。听到吗？我等一下。好累啊！我累了。好，我很厉害，要不然对不对？还可以聊天。对，还可以上环弹跳，有没有？谁到？有没有？是，宪哥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个不会？不然我第一个我眼睛就在了。过太快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眼睛是好牌。这一次是杨丞琳了吧？恭喜。答对！哇！一口就中，有没有看到？加油！核心！放了，重来。放球了。定心。没关系，你找到方式了。要修一下吗？要修一下。09先好。好。要讲话。夹着。对。分析。哦。好。嘘。来。深呼吸，我觉得这个运动要用脑，是顶住，摇过，是，好来，我先试试，对，因为他下去没有时间限制，你一定要整把，黄的，黄的很多了，哦，这种感觉有了。可以，哎呀，三颗，手气不是很好，还是，那至少拿出6颗来了，好，3黄，好，来 ，OK， 这样赢他们1颗的话，对，好，接下来，这是你们的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位，动手，什么意思？找一位路人进行完逆比手画脚，只要他答对就可以过关，好，逆比手画脚，那路人，那边有了，那边，妹妹，别怕，妹妹，回来，妹妹玩一下游戏，不要逼他了，哪里？这些都是不是？黑色袋子，后面都有。快，动一点。同一个，同一个的人，但其他人都不能讲，第一个给答案，其他人不能讲。知道。亚洲的吗？我先随便猜，新龙。好，快点。还没拿到眼睛，什么诀窍吗？09，就是夹，核心用力夹着，
夹后核心用力。这边这边要夹很紧，大腿、啊、大腿内侧要，你就夹很紧。哇，我怒了。好，出发。睡觉。Go go go。这边吗？有。空出来了。要不要先猜一个？我不知道，直接随便猜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风水，你知道答案吗？我知道。啊、OK OK。好，那我猜猜。我随便随便。求风者。画，风者上。一人一人哦，还是才子先？先。因为我觉得才子有抓到感觉。哎，是往前这样子吗？啊，我觉得才子。来，才子上，才子先，才子先。好，阿张，你。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对，什么都不要想。陈总，加油！最后一秒，老师慢动。是，应该是。黑色。加油！别打算，别打算，拿出来直接拼了，希望拿到眼睛。哇哇哦！好了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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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下一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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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然后，哇，睡睡睡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手放低一点，加油加油，太难了，输，脚输要在前面一点，还是要往前这样子，可是你这是脚中间，你要找一个平衡，有有，对对对，有，好。所以，来，走走走走走，等下思雨先，等下思雨先，大哥们找他，大哥玩一下，好，我们再玩一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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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举起你的一只手，哎，然后放在头旁边，头后面一点，放，哎，没有，拉开一点，手，哎，这样像 say hi 一样，对，说 hello 这样子，哦，好，好，啊，这样子前后的挥你的手，前后挥。这样子像一个什么东西？这样哦、喔，扑来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前进哦，对，我们叫长颈鼠胆哦，打开扑来就，手挡啊，手挡啊，哎，没那么，阿伟，你的左手比一个三，比一个三，用食指、中指还有无名指比三，食指、中指还有无名指，对，不要大拇指跟小拇指。大拇指跟小拇指收起来，好难。对对对，然后啊这样子摸你的左脸颊，横着摸，横着摸，哎，再反过来，反过来，手把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往外摸，往外摸，这样子是什么？这样看起来像什么？好像白痴哎。不行，白痴。往脸颊里面一点，两只手一起做一样的动作。哦，然后两个一起往外摸，这样看起来像什么东西？挺凉啊，这样。哎，你再回到刚刚那个动作，右手，对，这样子挥的时候看起来像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招财吗？OK， 拉下吧，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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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啦，站起来吧，哎，站起来，上来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这里的志工妈妈，但是咱这里古坑的志工，啊，志工做啥物？啊，倒茶缸，老人，哦，那我老板曾经，安尼真好，因为一工咱卖老，是不是嘞？啊，今麦咱服务别人，后摆别人服务咱，是啊嘞，哦，啊嘞，来，你今麦教咱服务者，好。黑色在哪里？往后看，黑色袋子。去啊。第二位艺人哦，第二位艺人，他一下都猜到了。拜托拜托拜托，来掉的我。随便猜随便猜。没事啦，我先上。随便猜随便猜，要蔡依林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去画吧。来下一位。可以了可以了。好，开始。睡。好，出发。去，用跑的跑的吧。Nice. 快，直接进来。哦。哇，看不出来。夏小轩。好，没关系，蛮像夏小轩的。OK， 我在，我觉得他俩很好。你有在想让他画什么吗？因为我乱画。那就没办法。他是老艺人。
有一点，就这种妆感，这种妆感。往往那种妆感，这应该有点问题。我觉得说是。过关。两万五，两万五。好。哇，怎么会这么痛？你也太夸张了！随便猜，随便猜，明星奴。快点，我来了。这样会抽耳环。要有那个年代感的人，这个妆感，这个眼睛。好这个。哎，你偷看这里啦？没你偷看，没在色，没在偷看。哇，好，把你的脖子往前一点点，然后呢，把你的屁股往后一点点，撅起来，对，然后往前快速走，快速走，对，走最前面了，对，走很快，走，小跑，哎哎哎，像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东西啊？嗯，再不，再脖子往长，脖子往上伸长一点，你体会一下，脖子往上伸长一点，然后。头往前一点，然后屁股翘翘的，然后往前跑。好 ，Go！ 请虾米，请虾米，请虾米，尽快。好，韩星群，美金完了。哎呦，哎，也不是没机会。往那个年代猜，这不是这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乔姐。好，换脸，下一位。你去跟他换我。他们刚刚健哥那边猜的中，对，直接。健哥的阅人无数。出发。Go go go！ 黑色蛋糕。加油。好，关键吗？听一下。不能打哦。随便讲一个。冠军。好，来吧。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像鹤一样。鹤节呢？耶耶耶！这些手放在你的嘴巴前面。他讲爷爷爷爷爷。接球就好，接球就好，一个手就好，一个手就好。好，然后脖子往前伸长，然后屁股往后，往前快跑。嘿嘿嘿嘿嘿，接饼干下面。就行哎，就行哎，你就行哎，你即马根本就是一，你根本就是一哎。啊，手再高一点，手再高一点，手最高最高，伸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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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过就行哎，都是你。就行哎，你都是一。别说，别说，你都是一。请假都是你呀，阿姨是鸵鸟。行啊，他都我懂，是吧？换人。Go go go！ 快！其他人都不能打。我觉得我知道了，他很不能讲，就是他吧，后备车了，啊，快下去，快，转化，加油加油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就一直在这里节目找到强项，上次是那个真的，上次是球拍那个地方，上次一过，你看我现在还可以跟你们聊天，好走，不用拿了，你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，知道就拍了，吴珊如。对，不用那个。对。先脱下好了。抓到了。啊！华鑫，华鑫，可以，我觉得华鑫时间，好，花点时间。毕竟我们都这样过来的。对。我们等一下会追回。他其实拿起来那个时候，对，会掉，对，会掉。女生比较，是吗？至少五颗吧。我可以了。练球。等一下，刚几颗？你刚好放了六手，我拿一颗哎。我拿一颗。好吃。那我就好像不在乎。恭喜得到一颗。哇，那他们都要吃东西。没关系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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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刚刚太想要了，太想要黄忠。接下来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是下一个任务，你们要先解开这任务才动口不动手。嗯，好，不要了，好不要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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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拜托拜托，阿姨真的拜托你，我们真的我们需要。好，他愿意哦，你前面着急多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先比来来来来来，好呀，哎，我们这一箱叫什么箱？好 ，OK， 没了。假装拿一个很长的东西，好，你先拿着，拿着，好，好，握在前面的感觉，对对，然后两上下交叠，上下握一根，对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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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然后你往前跑，往前跑，跑跑跑跑跑，然后把那个手往下打一下，耶，然后你就会飞起来，是什么？什么魔法阿嬷的扫把那个东西？好有想象力的，哎呦，魔法阿嬷的扫把，你那个想象力抓回来一点，哎，好，好，来，好 ，OK， 往前走，走走走走走，然后打地板，耶，然后你就会真干跳，哇，厉害，谢谢，魔法阿嬷的扫把嘞，哇哇哇，这么高，这么高，这么高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再来，再来，跟我玩一个游戏。拜托你下来一下，很简单，救救我们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们哎，来来来来，他们停车停车，很好，拦截我们车，是是是是是，好，哇哇塞，超难，哇塞，超难，你现在想象哈，你安那方方正正的，好，然后你的嘴巴扁扁的露出一个缝隙，哎，好。现在你的右手，右手不是你自己的手，你想象它不是你自己的手。好，右手拿这个圆圆的，往你的嘴巴里面塞，投进去，投进去之后，哦，你的下半身打开，有东西掉出来了，好，不能让，不能让，违禁，违禁。不一定他要是那个东西本，嗯，你说那个动作，然后他可以做这样，对，不不，他也对，也对，但是应该是他这样比较容易想，也对，也对，没关系，反正他有答案。你是什么？呼满，类似。好好好，你重新归零，你现在手拿着圆圆的东西，想象拿着圆圆的东西往前面，然后前面，哦，有答案的，啊，贩卖机。耶！可以啊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恭喜五位完成了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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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一到一到了啦，动作很快，来，你们赶快走，你们赶快跑，不要让他们赶快跑。我们用过了，我们用过了，不行，我们用过了，不行，用过了不行。谁说的？我们用过，我们用过。关注，好，成长，来这边。故事养生料理，故事，这是长变老，故事从小变到老。那故事广告都说了怎么办？有。对啊，它是永光，它可以叫永光，它不叫卡妹，永远的光头，它没有。啊！永远的光头，光头，然后永光，从小到老是一个故事的感觉，人生充故事，好，来，我们要去永光故事屋。来来来，你感觉？那我先好了，好来 ，OK， 加油！你眼睛先闭上，两只手都举起来，往前伸。然后右脚踩出来，左脚踩出来，身体摇晃的这样走，身体摇晃的走，来告诉我是什么？不是，你先两只手合十，然后放在你的右耳旁边，你先想想你现在在干什么？睡觉。然后眼睛后来闭起来，一样闭起来，然后两只手往前，对，然后走往我这个地方走，对，你在干嘛？对，可是为什么你？答对，好，答对。Hello， 懂你懂意思，谢谢。哎，我找到座椅位了。好，来来来，一起玩。姐姐，没关系，你们这个我们没玩过。来来来来，谁？风泽，风泽来试一下。我来试一下。题目不行，你就换。姐姐，你坐这里好不好？在这里。哇，这个好，下一题，这个好难，这个好难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双脚蹲起来，开着蹲起来，对，蹲起来，两只手举起来，放在旁边肩旁边，从掌面向我了，然后对，从掌面向我了，然后对对对对，好强啊，好强哎，哎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帮我们玩一下游戏？就是你先把车停好，好不好？麻烦你下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他叫你比什么你就比，啊，你猜出你在干嘛这样子。大哥你。半你蹲着，蹲，哎，微蹲，然后你右脚踏一步，
左脚踏一步。你在干嘛？很像怎样？原地踏就好。左脚踏，再蹲一下，再蹲一点点。香菇啦。大气。哇！大哥厉害，谢谢谢谢，赞赞。回原本香菇，这马路太危险了。来吧，地图 ，OK， 还有新的线索了，对，来，来，分秒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长大的时候，是一个意象，成长过程，故事，就是刚刚讲的是故事馆吗？历史，或是时光式呢？那是什么？成长，怀，时光，跟光头应该可能有关系，时光，他全部都光头。会不会是阿嬷师傅？我的永光，永光故事，永远光头，永远光头，永光故事馆，好像是永光永光故事馆。走吧 ，MVP 送给我，谢谢。好 ，MVP 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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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跟着我来，我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黑队，天王之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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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。哈哈哈哈队友够，够了。失控了，失控，没关系。我觉得我的队友好像平均五岁。永光故事馆，喝咖啡了吧？哎，对耶，好漂亮！永光故事屋，有一只猫哎，对啊，好可爱哦，哦，招财猫，可爱了。黑酒，哎，美女拿出来啊，美女，永光故事屋，哇，就你们刚刚看的那个提示，嘿，从小到大都是光头的，所以是永光，永远光头，厉害，小厉害。有返回一层的，来来来，来，来这一关，好。绝对的硬色光，我们这边很多光。Oh my god！ 一关呢，就是呢，每个人都要贴上 B 周波，然后给你题目，抽到是猪就模仿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OK， 好，懂。然后给下一棒猜，下一棒猜对之后，就换你再抽另外一个题目，表演给下一个，让他要猜到才会。对，猜到才会再发。我觉得我难的，所以你们要看顺序，顺序。还在学当过什么？那不算啊 ，OK 啊，可以啊。所以我第一棒。他猜不出来就换歌。好啊，可以。猜出来换歌吗？好。那不会唱可以换歌吗？可以换歌。好 ，OK。来，请抽你们的动物。脂粉怎么不远？那问题就是你们现在去的地方不一定对。一定对。真的，我觉得。怎么可能？他的微表情是对的。你二砍的时候也是。这个应该一定对了吧？这个还不对吗？上一次，上一次我们超有自信的，真的，然后就这么抽，真的出来，我真的。不要，应该是在找话题聊。上一次有一个地方 ，Kid 自己就去了三次。对对对，我就有大胆的跟你说，下一个才是餐厅，因为准备吃晚餐。OK。逻辑推算，逻辑推算，好，还是你现在直接去阿嬷私房菜，就不要玩那个关卡。我跟你讲，绝对是阿嬷私房菜，他们现在紧张，他们现在又在用手机了，准备要换关卡，二号车在那边哦，所以应该是没错，对了对了，追上了，阳光，追个，哎，大家认真玩哦，好 ，OK，Let's go，Come on，Guys， 出动，等队友，等队友，哎，耶。追上了，黄队小心一点，我们来了，我认真起来了。故事馆，恭喜解锁成功，来这是这一关任务。来，你好冷静，绝对音准王来。哦，所以来高手，老天爷的安排就这样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 ，OK， 来。动物园，哎，所以我最后一个听就好了。猜，对，你猜。狗可以啦。鸡 ，I'm a dog。我也要穿。好，等一下是 P 的哼给。第二棒猜，第二棒哼，好，最后你要哼给 Peter。等一下，好，那改。好，先改一下，我跟你换一下。好，给绝对音准的，给绝对音准的。像是什么的默契？对对对，好像有点道理。越后面。哎，我觉得我没有，我觉得可以。猜谁？不要。没有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其实我唱歌不好听，但是我的音准还算可以。不行，这边我们要唱。我带音乐。好了，还要猜音乐。好了。哎，猜词是不是很会猜歌啊？好，动物没事，不要猜，不要猜。来来来 ，OK。开始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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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
闪，你看下面充电下还没充电啦，已经好了，好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开始，好 ，OK。美丽青春节，大象哥，超甜的，我到了，我都还知道是什么，不错，春节，还没有，现在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我这歌我会不会知道？我歌很少，哇，我歌很少，好性格。喂，小南，喵喵喵，对，喵喵喵，喵喵喵喵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哎。哇，喵喵喵，喵喵再出吧，喵喵再出吧。出下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来，好来。开好了吗？好了。好来，看你的题目哦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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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答错，来下一首。啊，怪兽，怪兽啊！对啊，我说这是怪兽。有怪兽。他说有怪兽，的确有怪兽啊。来下一首。冷静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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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出来，唱出来，你唱出来，现在。昨日都在哭泣，明天都在哭泣，今天就回家，今天请你嫁给我，今天就回，请大家不要讲话，给一个答案。请来讲话，讲讲。今天请嫁给我。哦，这个压力很大，我来讲太多了。哎，我真的没有音那个音调的，你没关系啊，可以。该不会是瑞？哦，奇怪，我感觉还没有。哇，等一下，这个太大了啦！哎，你手压子，你手压子太夸张，因为都感受不到。我操，一样无法。我们里面没有电，没有电，没有电，没有电。哎，你至少会咕咕咕，你好一点，没有声音，没有音调。你唱，要不请换别首好了，
最强的，框住了，那就是我了。我们要把气直接压住，之后你们就好顺。这两天好想看到风泽的厉害哦。